提前回来吗？对，提前回来。啊，本来要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本来坐下午两点多的船。今天那风浪怎么样？今天蛮大的，就是有飞起来了一下下。对，跟去程比起来，跟去程差很多。对，去程都没事啊，一下就睡着了。输运的回来的部分哦，总共是960个人次，那蓝屿这边是277人次，那后续绿岛这边针对那个11:30这边跟11点的部分，还在过去绿岛那边做输运，你知道吗？